康宁和王静在2月公开认爱高颜值的组合，获得粉丝们的祝福。而小两口也越来越大方，经常在社群互动放闪。近日，曹佑宁在社群上晒出几张天空照，并充满诗意的写下文案：“这片天承载了多少人的希望与目光。”然而之后，他就在留言区标记王静的账号，并哀怨诉苦：“这文案打完我被笑了。”王静看到后就立刻回应：“来啦，小说给你写啦。”更再次嘲笑曹佑宁：“还是好好笑，到底在诗情画意什么？”两人搞笑互动，笑翻大票粉丝，纷纷直呼：“好啦，你们两个一起写小说出书。”点进留言先笑出来，留言区闪到全白呀。Bye.